Yo, what's up? 我是巴呆。哎，很多粉丝朋友都在问，华大巴呆，在芭提雅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适合旅游的？哎，或者是芭提雅玩腻了，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试游玩的？好吧，老粉肯定都知道，以前看我们之前的节目，我们之前拍过一个裸泳的专辑，但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去过裸泳，不知道现在那边有什么新的店铺，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哎呀，哎，好了 ，finish。Hello。Yes。OK OK， 我先来这边。好，那今天正好趁着我们有假期，哎，又邀请到了我们这位冠军小姐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吧，那我们就一起为大家揭秘一下疫情之后的裸泳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吧 ？Are you ready？ Yes。OK， Let's go。You go 来用 before？ Yes。You go 来用 before？ Yes。谁没来用？谁 fun？ Yes。OK， so today you're ready traveling with me together？Okay, but we today have one more people is the Badonggo last time. Oh, remember? Badonggo, I know. Ah, okay, he coming, but he late. Later, he coming, you hit him. Okay. Okay, okay. 好 let's go, PRP. Badonggo. Come on, yeah. Ding dong. Ding dong. 哎，你怎么每次都要迟到，有啥？我那一次，我等你嘛。呀。哎，这不是上次那个冠军小姐姐吗？哎，你怎么带她一起过来了？我出去玩嘛，生活不能自理，总归要带跟照顾一下的，是吧？那你上次跟大白嫂子？什么大白嫂子？人家听得懂中文的，你哪里来的嫂子？我他妈一直单身，哪里来的嫂子？你又单身了？之前跟我说你恋爱了，恋爱是给好男人准备的呀，我这种怎么配拥有爱情的？我就知道，但凡这个有点姿色小姐姐，就没有一个可以逃脱你的魔爪。啊，不是你怎么换这么多的？你不行，你下去吧。啊不，哎，我期待裸泳很久了。啊，不行，不停车，让他下去。慢，那你就闭嘴好了，别说话了。闭嘴。那裸泳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那我们 let's go 了。Let's go， 来哟。Come along, I take the queen come to it. 我妹妹 queen 呢 ？What? Along 呢 ？Oh, I have my friend. A friend 没带，赵叔。What? 卖赵叔，卖赵叔。卖，主花不主。有夫人听来呢？没有。丁老，来用了。How he come 呢 ？For take care of him 呢 ？Good 呢？你骂丁。You take.你照顾就可以了。You know what his name? Sukhaguru, gentleman. Yes, my name. He Badonggo. Yeah, he first name Badonggo. His next name is Malanwan. Malanwan. Yeah, because he always headache. Malanwan. So actually, don't need to talking with him. He next time call you, huh? No, I want to talking with your friend. Sleep.We go play. Okay. We have a fun. Okay. Because he late. Oh, yes, you late. You late. 你刚刚说我也不能生活自理，我生活一定要你滚！哎呦，别废话了，好吧？不行就下去，不行就下去，好吧？哎，玉条，太阳也下山了，我们已经在裸泳这边了。嗯，感觉怎么样？感觉还是蛮舒服的，但肯定没有你躺腿上这么舒服。我躺在腿上舒服了，那肯定的呀。哎，对，说到这里啊，哎，我倒是有一个问题啊，想虚心请教一下。怎么说？就是我在芭提雅嘛，反正你也知道的，也玩了不少的，然后这个夜店啊、酒吧，基本上套路我也都摸清楚了。然后你说我到裸泳来，这个也是第一次过来，然后也有很多游客，然后我发现也没有这种自由职业者，嗯，然后我该怎么样去，比如酒吧搭讪这些女生，就很自然的啊，我总不能过去说，哎，
吃个夜宵吧，啊，有点尴尬，对吧？那应该怎么做？哎，那你这个问题问对了，就大家也听好了啊，很多粉丝朋友哎，动不动会问我，哎，帕泰，哎，平时你们除了酒吧之外啊，有其他什么地方可以玩的？然后或者去酒吧，哎，我又不会跳舞，又不知道怎么玩，一个人站在那边非常尴尬。很多人其实也不是不想去酒吧，他们其实也是喜欢这个音乐啊，也喜欢喝酒，喜欢这个气氛，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融入当中啊。所以今天油条既然问了啊，那正好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一般的酒吧正常基础玩法怎么进去融入这个集体，然后怎么自然的去找到你心仪的女孩子，并且向她发出邀约，并不是很尴尬，不管她是接受还是拒的情况下，好吧，那就今天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慢，你这讲这个怎么听得懂啊？你能不能实际操作一下？实际操作一下，啊，也行，正好今天，哎，我的小宝贝在这里，让他当一下模特。You can be the model. We I teach him how to go nightclub five pool in. 啊。Okay. You just stand up here. Okay. Okay. This is your glass. Your glass. Okay. 好，请你一下。好，那大家就现在我们已经到夜店里面了。我们就相当于站散台嘛。对，现在已经有音乐了，你就自己感觉一下，有音乐。哎，这样教给大家就不会跳舞的朋友，就像你，其实也一开始比较尴尬。这最简单的一个舞步是什么舞步啊？就左右。左右，摇头晃脑，哎，然后你的肩膀随之左右下沉，然后左右这样摇，哎，有感觉了吗？有感觉了，哇，有感觉了啊！不管是什么音乐，EDM、Hip Hop 都可以。然后首先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个台子，好，然后我们喝酒啊，确实，哎，但你这跟朋友一开始喝酒，其实并不是就喝酒了，我们目的就是边喝酒边看，眼睛扫什么呢？扫小姐姐，哎呦，哎呦，一看背后整你们，你眼睛往哪里看？一看啊，背后，哦，有一个啊，但也不要这么快下定论，因为什么呢？一是酒吧灯太黑，二是女孩子太多，你要找到一个目标，你今天我第一想要的一个目标，然后看这个目标是不是有机会会喜欢上你，然后看她的一些打扮的风格啊，一些她喜欢，比如说，哎，来了一首 hip hop 音乐，哦，她在那边一个人也能在那边蹦起来了，或者什么，哎，感觉就有机会嘛，对吧？第一目标非常重要，因为第一次机会永远只有一次，如果第一次失败了，这个小姐姐你邀约她失败了，被另外一个小姐姐看到了啊，这个，然后你又去另外一座邀约，那人家会以为，哎，对，我是没人要嘛，就是你邀约不到你来找我了，那人家多数会拒绝你，有道理，对吧？然后，哎，那我们就我们先看观察，哎呦，哎，油条，哇，这个我的菜，背后我先上了啊，好，哎，就告诉一下朋友，然后就开始了，已经找到目标了，那我就要行动起来。但行动起来，你不要直挺挺这样，哎，直接走过去，走人家桌子上，人家以为你干嘛呢？啊，你要这个讲究一个什么呢？柔软、丝滑啊，就非常自在的啊，拿了一杯酒啊，一个音乐，或者你非常喜欢的音乐啊，慢慢走过去，哦。然后你不要跟着我呀，你到旁边去。我先走，你不要跟着我啊。哦，前面就是之前也教过大家一些，比如说香水，口气清新剂、润唇膏这种小技巧啊，就是你身上是一个非常有魅力，有一个自身男性魅力、男性味道发散出来的一个感觉，荷尔蒙爆表啊，然后可以跑到小姐姐背后，但先不要告诉她啊，你可以，她会感觉得到啊，在她背后有个人在那边跳舞。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定要绅士，不要动手，不要任何的肢体接触，看我怎么跳。哎，然后慢慢侧面，哎，他会看到你。哎 ，Hello， 哇 ，You very beautiful，Oh my goodness，Cheers， 哦 ，Cheers 就搭上话了，然后就慢慢开始，哎，前面教大家的一个节奏，虽然你不会跳舞，但让他感觉你是喜欢夜店。跟你玩会很开心，很放得开，自然丝滑。OK， 切入，哎，像一条丝巾一样，哗划过他的身边，然后就开始慢慢啊跳 ，Yes， 哇哦，你有没有感觉？ Okay. 他的手就随着你是一个，对，跟着你摆动。哎，对，如果你就跑过去，人家干嘛跟你谈生意啊？两个人啊，
你好啊，拿个手机翻译软件在那边，其实也不用、啊、就随便说，不管你说什么，说中文也行。哇，你好漂亮，真的漂亮。 You sure about that? 哦，开心开心开心。哦，跳跳跳，保持个大概十分钟左右，但是不要有任何肢体接触，这是非常关键的，手都不要碰啊。然后就开始可以邀约了啊，非常丝滑，大家玩得很开心，玩玩玩。I come with my friend, two people. Wow, we open the whiskey. You wanna together go drink with us? Okay. Wow, I like your style. Oh, thank you. You like this music? You like this music? Yes. Oka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Wow. 啊，就到我们桌上来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起来了。哦 ，Cheers. 啊，这个音乐，刚刚刚哒哒哒哒哒。有感觉了，有感觉了，有感觉了。那学会了没有？我现在感觉自己充满这种自信心，爆棚爆棚。要不晚上怎么讲？酒吧晃一晃。酒吧算了，我都带着小宝贝来旅游了，你要我去酒吧浪费钱了。我请客。你请客了？我请客。Are you Chelsea tonight? Go night club. He opened the VIP. 摆妹。摆妹。This table is VIP too. Don't go. Trust me. Trust me. 没不来，没当。Can I play?together 妹妹铺音了。好了，那今晚，哎呀，懂了懂了，我买单。你买单，我买单，请我去玩。嗯，那你今天想实践一下？啊，必须的啊，必须的。那好了，那就摇摆起来了。那就正好今天晚上做期节目，然后大家要看一下罗勇现在最豪华、最贵、最好的夜店。是哪一家？不知道，不是，好，开个玩笑，就我们你，既然你买单嘛，那就找一个当地人，人气比较高的，你别最好，价格相对实惠一点的啊，可以介绍大家，大家粉丝朋友啊，人人也可以都来玩，然后可以用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套路啊，也不是说套路了，就是教大家怎么，有可能夜店的小白啊，以前没怎么玩过夜店，哎，可以大家用这个，我教给大家一个方式啊，舞蹈，我就想走到，我就想走进去。舞蹈玩起来 ，Let's go。哎，我们已经到了，好吧。哎，罗勇，然后今天好好的敲一下油条竹杠啊，我们来到了一家店叫半岛湾啊，然后这家店是我们来罗勇每次都必来啊，为什么？因为当地好多人都喜欢来这边玩，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漂亮的小姐姐啊，里面是也是一个泰国当地餐吧性质啊，里面可以吃东西喝酒，然后每两小时会有驻唱，然后驻唱结束他会放一些非常嗨的一些 DJ 音乐。 You come this shop beforeI promise you, it's very fun this shop. And very high. You ready? Ready. Yotiao, go inside, order the, booking the table first. Go inside, open okay, the table. Okay, okay. So tonight is Yotiao pay the money. You wanna eat what you wanna drink what, just tell him. Okay, no problem. Okay. Let's go. Yahoo! 老袁，我们已经到了啊。今天特地为你找的这家店，在当地非常有名，叫半岛湾啊，是一家有驻唱的 Living House， 一样，他们唱泰式的 Pub， 之后会有一个夜店的歌曲过来，好吧？然后我们这边有餐食，大家如果哎想来吃点东西，可以早点来啊，有东西可以吃。晚的话，他们可以这里在，大家可以一起玩，好吧？然后老尤，为什么在这家店？下面全是漂亮的小姐姐，我已经看到。好吧，那今天看你今天怎么说了，白天跟你说的东西别忘记。我希望。这瓶酒你不是啊，这次酒你不是请客白喝的，你要有收获的，好吧？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首先请让让开启融入这个音乐，左右摇摆，但不要急于行动，因为往往机会不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不能碰到它，不能碰到它，嘿嘿Nobody dancing, nobody do anything. Eating time. Yes, just eating. Nobody stand up and dance. Nobody. But later. Yes. Well, you remember? Yes, I remember. You remember? Yes, yes. It's very funny. This shop is very funny in Leon. Yeah. If you come here, you must to check in this shop. Oh, really? The shop give you money, you're talking like that. No. No.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Before I come to Leon, I never thinking Leon have the shop crazy like this, right? But this shop is crazy. So, how about you today? What you plan? I think, can we go to eating something chill chill like? Okay. But where is? 我弄口了。油条。油条 I don't know. Last night we come. Oh. I know your content. Last night we come back, we go ourselves come back. I know go. No, no come with us. You don't remember? No, I'm wrong. Okay, so maybe if he don't come, okay, we go ourselves. He go with? I don't know. 老妹不? Okay. So, today we is Xiu Xiu in Alloy Fu. Yeah. And have a date, okay?So you change the clothes, we ready to go outside, okay? Okay.